需要在5-1黄金周之前买指定日子门票，亦都不需要求过为难来都进入我们的乐野。只要你们每日2点钟准时留开 AM1540， 重量级男 DJ 包括郑敬基和陈定邦将会联同6位来自多伦多网上电视超级女代言人选拔赛的候选佳丽，一起上演一套歌舞《男人不易做》的辉刘建文，再加上远道由香港飞过来的特别表演嘉宾民歌王子 Albert。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ooch National Picnic. I'm proudly wearing on my t-shirt, and as you can see in the backdrop behind us, we're celebrating 40 years of multicultural broadcasting, and multicultural broadcasting at Chin Radio includes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we're very proud to be able to offer you so much quality programming thanks to our partners at Toronto First Radio. Okay. Thank you. 今年呢已经是第40周年，希望呢每一年都是40年、80年都一路照嚟。What I'm talking is interpret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speech, and I hope they can come back at the 45th, 50th, and 80th. 好啦，希望咧，经过我哋咁传统嘅仪式之后咧，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AM1540多伦多第一台。咁啊，记住留低我哋一间，我哋会有好多精彩表演，同埋有香港飞过嚟嘅民歌王子。好，各位朋友，多伦多第一台《缤纷国庆》第一 show 现在开始。
涵、陳定邦、鄭敬基、劉建文、廖立輝，仲有麥之華。我講昨晚喎、啊，有冇早過兩點嘅喺度？幾點啊你？一點一點，有冇早過一點嘅？俾你企過嗰邊啦，你高得上，做咩啫？你真係。OK，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係咪想嚟同我唱下歌咁啊？係啊，係啊，唱咩歌啊？今日喺度。今日唱自由。自由係咪 ？OK， 即係做人啊，愛自由啊。冇錯。OK。掌聲，唔該，交俾 Corey。也許會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氣不是很好，也許不一定，我知道我還是一樣愛著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鲸鱼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说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海里从来不曾跳过。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不要回来，你已经自由了。我也已经自由了。的那条街，想起你的时刻，我突然觉得好热。穿你爱看的蓝色，和你爱听的一首歌，想起我的快乐，我突然觉得好热。在这充满你的街道，我不停地奔跑。我的不舍，我突然觉得好热，在这充满你的城堡，我不停地寻找，只能满身汗水，却在寒冬中把一切洗掉，换了一场冷心脏，狠狠冲到冲到墙，管他爱不爱情，我随着泡沫风就想睡到。谁都不被动，我继续在修容，我觉得开始疯狂，不讲爱了，好奇不是红的动容，身体在执着。
是沉默，谁敢触碰？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Miss Bikini this year? I can't lie, I'm extremely happy and excited, and I don't want this to stop, I just want it to go on and on. Okay.
Virginia, Blue River.
this lady strength in you. Itu adalah mata si tuli, tapi ni tete. Kau ya jo. Itu adalah matulisan doa, tuli kahelu. Jawab ini sani si kute, tuli kahete mo. そこにはだ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人は誰も人生にずまずいて、人は誰も夢破れ振り返る。情太多感情人心中相片亦那痴痴，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归远，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多謝大家的莅臨。